今天更低了，现在负一。感觉不是那么好，因为可能自己的个人因素原因，所以说没有发挥自己的正常水平出来，确实我觉得是很遗憾。但是呢，我会把这个遗憾带到以后的训练当中去。我按照我自己的状态来说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我是很有希望进入半决赛的。但是呢，可能一切都是随缘吧。所以说，我就觉得把这次的遗憾带到以后的训练当中去，强化自己的不足，在明年的比赛当中，我希望自己会越来越好。今天有没有特别化了什么妆去准备这个服务赛？没有，现在我的心思都在比赛上面，所以说化妆那些其实都没有想。觉得吧，化不化妆都看个人的喜好。你就是因为我从小就爱美，所以说我想把我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。所以说化妆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对。